不行，小青把你套住，等一下，碰见我就说这个是善良，肥肥的善良，对，哈，这是肥的善良。嘿呀，发财了今天，哈，善良善良，干嘛谁叫喊救命啊？哪里有喊救命？哦，有啊。上面呢，刚刚有一个人抢劫呀，快去帮忙啊！抢劫？对呀、啊。抢什么劫啊？抢包！傻。那，哎，我那同事呢？同事？啊？我哪知道？是不是偷懒去了？我讲嘛，是不是我同事丢出去的？哦，有可能是我。哎呀，这手一拉来抢包。哎，你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嘿，我这个啊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可是匪逆的狗飞扬。三娘，不是肥羊，三娘。肥嫩的三娘。对呀、啊，那么胖，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哎呀，这么胖，你看，就三娘就是这样子的，然后那么胖。那我30多岁了，还从来没看过活三娘，要看上好不好？不好，走开。干嘛那么小气？是我的三娘，我的三娘能给你看吗？真的是。哎，算了，哎、不给看我就不干、哎，我去看看我的同事干啥去了。哎呦呦呦呦，等一下。干嘛？能看，给你摸一下，帮我割草吗？摸，有什么好摸的？又不会看，摸有什么感觉？以为是美女摸？嘿，我才不用。三娘不能看，但可以摸啊。那个摸有什么用？又不能吃一口。软绵绵的呀，是软绵绵。嗯，你摸它，给帮我拍一下。不吧，我都发生大事了。你刚才说有人抢包了，我又去帮忙。哎呦，你这个保安！那你和我聊天那么久了，现在让你去抢包啊，帮忙啊，那走都不要飞到哪个角落去了。你帮了不是说行了，我有个同事就位了吗？行了，你这个帮我抬出去，不吧，给你250，你才250，300，500，800，真的？500，800，来，拿来啊！等一下先啊，到我哪里？哎呀，就那边那个车那里。哦，那快点、啊，好的，说好，不能被他800啊！800就800，快点！想不到身上会掉800块，快点、啊，很重的。哎呦，我真的哦，哎、哇，我那200斤的哦。有啊！哇，发财了，这是你。很重的。哎呦妈呀，到了吗？到了。还要去啊？这里。哎、哦，行了。你得赶紧给钱。哦，给钱。我要还要看看那边状况，加了手头没有。美女，好多钱吗？要不给够几千呗？哥，美女，800，说好就800，什么给够不给够啊？我辛苦不要钱，走开，小气吧，算了，谢谢你了啊，800，走了。哎呀，天亮了，快点啦！妈的，你还锁门呢？快，会什么会？这个啊，导游一个。哇，这么快啊，怎么能干啊，我就眯了一会儿的功夫，你还眯了一会儿的功夫啊、哎、妈的，哎，我辛苦死了，要不是有一个保安大哥帮忙的话，我都抬不到这里来啊。不会吧？是啊，你现在还有狐狸尾巴，你叫人家保安来帮扛过来的、哎、他没看见啊。哎呀，这个是猪脑袋，等一下他反应过来啊、哎、对哦，不行，想个办法，这个车是肯定是不能干了。有了，你扶着他，你能想出什么？来了！哇，还有这个免费的，然后那边拿过来了。行了，来，搞上车，快点啊！来，小心啊，你这是猪疙瘩哦！来，海边肥猪啊，不是梦啊！油滑不费，上路啊！没人，走！哎呀，还没看到小刘。哎呀，不知道他抓到歹徒没有？哎，我去看看监控吧。哎呀，出了那么多大事还没发现。哎呦，原来这娘们是假的啊！把我们的保安给累了，还骗我是山羊，怎么这么可恶的人都有了？哎呀，他娘的，我看看，他还收了他钱。啊，会不会等一下队友知道了，还说我和他同流合污，那难搞了哦！不行，我得赶紧打电话给队友，监控不过去。
喂，队长啊，出大事了！我刚刚啊发现一个啊歹人把我们这小刘给掳走了，然后装进蛇皮袋，抬出面包车的啊！哎呀，我就不知道啊，还不说那么多了，赶紧叫人拦住村口去！哎呀，而且要报警啊！啊，完蛋了！我得赶紧马上追出去，见功不过。奶奶，别走啊！奶奶，伯伯，你拉着我们干嘛？是不是要把我们推了也可以啊？哦，快！你们从哪里过来？我们从德碧村过来的。那你刚刚是你奶奶？是啊。怎么了？才99岁高龄了，突然今天他就昏迷不醒了，不懂怎么了，不知道是。喝水呛到了，是吗？反正就晕倒了，咋了呀？那个救护车堵在半路了，都是过不来呀、啊。这也太不巧了。那怎么了？我们村有坏人抓了我们保安了。哎呦，保安都抓啊？对啊，你们村这么不安全啊？哎、你不知道那个人贩子谁喊抓谁呀、啊？这。把我保安给抓了，真的是太可恶了。那你们保安都能抓，那我们当然要走了。等一下，不然他们，我跟你说是一个女的，怎么你们两个女的呀？对呀，怎么一个女的呀？对呀，是一个女人作案的。那你是找一个女的呀？我们是两个女的，我们两姐妹在家和奶奶相依为命在家呢啊！我们每天在家踩一只蚂蚁都不敢踩啊！对呀，我们哪里敢抓人？哦、会不会是那个女人有同伙啊？那你有证据吗？啊？什么同伙不同伙的？你看见一个女的，不是看见我两个女的，然后又说我们有同伙啊？你有证据吗？不告你诽谤！对，针对那个面包车的，你这个也是倒车，你不对。哎呀，奶奶，你挺住啊，奶奶，等不了啊，都晕倒了。你看我们都，哎呀，干嘛不要痛！哎呀，你动我奶奶干嘛？我奶奶，你看我干什么？看有什么好看的？她现在很脆弱的，你看99岁高龄了。你这个奶奶怎么疼得好熟悉啊？哎呀，我妈，我奶奶，你看我们在这里说话那么大声，都醒不来，醒不过来。你不让我出去，等下我们奶奶死翘翘了怎么办？哎呀，奶奶呀、啊！哎呦，宝宝，你快放我出去吧！快呀，这宝宝呢？宝宝走了！看到你这么热心的笨蛋，我就要你们过去了。可以呀，登记一下啊！可以吧？还要登记一下啊！我擦眼泪去。啊，过去吧，来，那我走了啊！奶奶，你有救了！哎，小弟，人呢？怎么不拦住这人呢？人呢？啊，我刚刚一路尾随呀，我就没发现吗？你刚刚跟队长不是说是一个面包车吗？是啊，没有面包车，就有两个美女，还有一个老奶奶，他们和孙出去了。这样啊？对啊。那你没有发现面包车吗？没有。那有没有灯让我瞧瞧？有啊。哎呀，两个，你刚刚说是一个女的，现在是两个，嗯。哎，就是裙子这个，白色裙子这个，这个 啊，就是他。哎呀，这就画着挥我的样子了。哎呀，你怎么把他放走了？不认识的人你也放走啊？哎呀，那人家说那个老奶奶要抢着去抢救他啊！如果等一下他老人个屁，你看清楚那个老人是谁？哎呀，你这人怎么了？那老人我看看。刚才有点像我们那个同事身材哦。哎呀，就是了，你放大一点，你看看那脸。你什么时候保安呢、啊？自己同事保护不了，哎呀，这是我们完蛋了！我还帮着他抬上人，你竟然把他放走啊、哎！我怎么知道啊？那些美女真的是蛇蝎心肠的，那么歹毒啊！就是啊，我们就是相信了那鬼话了。现在不多说了，赶紧去追吧！啊，心里能追得到。